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米玉婷对对许佳阳的对局。对，应该说这也是一个新老对抗啊。对，许佳阳是99年的，99年在还是在那个啊、这我们是看到的是这个对局现场的画面。许佳阳，这是许佳阳。许佳阳这个也是最近状态非常不错啊、对，他们队是刚拿到了这个围甲联赛的这个冠军，是的，他作为主力队员还是表现非常惊艳的。而且我看他平时国内的这个棋战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对，非常属于也是非常稳健，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米玉婷那是大家比较熟悉了，对，不用咱们夸了，是，这是米玉婷。对，两个人年纪也是相差不算太大啊。应该有3岁左右是吧？3岁左右。对对，只差3岁。但许佳阳会感觉好像比也是出道好像还是米玉婷太早了。对对对，他那个许佳阳的出道晚，所以感觉好像差异很大似的。但其实他们也是差别不大。应该说许佳阳最近的成绩也是慢慢的赶上来了。所以这盘棋呢，应该说是还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一场不错的一个较量。第一轮呢，这个第一场呢，应该是米玉婷获胜了，所以对许佳阳来说，想更上一层楼啊，这个就对他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了。是。感觉到了压力。对对对。嗯。好，我们来看这盘棋，黑棋是米玉婷。对。这盘棋也是因为第二局是不用拆先的。这盘棋是许佳阳是。白棋也可以看出两盘第一局都是白棋获胜。对，所以说拿到白棋，这第二局换到白棋的话，会心理上会有一点、小小的优势。黑棋是二连星。白棋是星小木，黑棋挂角。连角的。这盘棋呢，白棋是选择了挡在这边。对。跟刚才这盘棋就不一样了。黑棋爬，白棋飞，这个。飞是许佳阳下的哦。这个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对呀、就是叫小米飞刀啊。对，这就是米玉婷率先下米式飞刀，这一拖，那接下来白棋如果搬的话，这个就顶完了冲断，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定式了。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棋我们肯定是一个小时也讲不完。对，是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这个棋是米玉婷比较擅长的。对，而且名字是以它来命名的，米式飞刀。对，这个如果要他对手搬下来的话，我猜想米玉婷也有点紧张。是吧，这个地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真是。不过其实我感觉像米玉婷，他性格好像是还是比较耿直。对，比较硬朗的性格。攻杀型的这个棋手。就是如果换一个人啊，比如说换了我的话，我这个对方一飞，哎呦，这个他要在我最熟悉的领域这个发起挑战，我这个时候有点我就要想想了，我还要不要拖。是。稳健点的人就有可能会先去顶。这样呢再搬。你说有关系吗？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你气势上就弱了。对。但是这个呢就比较稳健了，这个就是反映到我们说棋如其人就在这个地方，反映到你性格上，因为对手就是来找这儿，然后你敢不敢拖啊？但这盘棋米玉婷就是拖上去了，非常耿直，非常对，应该说这个宁死不屈啊，这是啊，你敢搬呢，他就那咱们那就看看你有什么，我想他也许第一盘赢了。他有点本钱，我大不了输一盘嘛，学你一点招也行，对不对？对对对，也是啊。如果是这是第三局，他就要掂量掂量了。确实是，这个也是一个心理战啊。心理战，但是这盘棋许佳阳也是虚晃，就虚晃一枪，虚晃一枪，这是绝对虚晃一枪，估计一秒钟都没用就退了一个。这个时间还很重要的这个比赛，然后退完了长，走成这样。这个应该是最稳健的下法，对，也是最厚实的下法。所以这个棋是白棋是下得很稳健的，是，黑棋挂进来了，白棋飞，飞，许佳阳能看出来这盘棋下得很稳健，你走什么我都跟着硬，接下来黑棋是小飞手脚，
这样白棋再点鸟。嗯嗯，应该说他们两人的棋风，我印象中芈月婷肯定是计算精准啊，下的也快，然后属于攻杀型的，还是比较。徐佳莹的棋还是比较属于，哎，比较属于那种厚重的棋风啊的感觉啊，哎，属于不着急的，慢慢来，后发制人那种感觉。哎，还是他们两个人的棋风还是有点区别。嗯，黑棋是选择挡这边。啊，这个谜题也是来了。对，啊，这个谜题，这个叫什么？霸气侧漏啊！你刚来，我现在也反来一下。是，就感觉，芈月婷下这个棋，真是不管对面是谁，反正我就永远是这一招。哎，我就这一招飞刀了。你要是能有啥新变化，你就教教我。对对对，没有的话，那你就可能只能弱弱的顶一下了。这个棋有点儿，徐佳莹应该说还是，也许是策略问题啊，就是我还是。不跟你硬碰硬，对，我还是慢慢跟你下。但是呢，这个从这两个人的一个定式的一个较量中，能感觉到这个芈月婷的气势更盛啊。嗯，是。那边我就是我不松，这边继续来，就是但是呢，其实从事后来看，两个人也是差不太多，基本上一模一样。对，其实黑棋也是就是选择了一个最普通的一个下法。对，其实本身这个 AI 这边的这个分数也是都差不多，嗯，差不太多。对，当然这个黑棋，因为这盘棋大概还是跟这个什么，跟这个配合有关系。如果说黑棋，我们刚才说下这个的人是比较多的嘛。但这盘棋大概转到这边没什么意思，它飞在这个地方，白棋飞着头，它黑棋现在转到这边意义不大。哎，你搂完之后吃，你现在下这个图的话，对这个配合上应该是黑棋并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这样等于我这个头这个已经在这摆好了，所以你这边应该起不了什么模样。这个所以说它也是白棋就这么下的一个原因啊。那这么说，它为什么当初不是挡这边飞在这边啊？哦，这个就是另外一盘棋了。就是如果说黑棋，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想围这，如果你想扩张这边，需要往这边反方向挡啊。对。但这盘棋呢，应该是谜题这地方下的也是很稳健，就长了，长了一个，长就是长，这样倒是应该说是徐佳莹是比较喜欢的一个格局，哎，我慢慢的跟你那个下，对，这个应该是，他是徐佳莹，那这么说应该是他不怕收官的，白棋尖冲，白棋尖冲一下，这也是一步好点，这也是人工智能比较喜欢下的一步棋，只要这种小飞的形状都是先去尖冲，所以大家现在都不敢下小无忧那个无忧角了，无忧角都是先去尖冲一下，然后黑棋贴，黑棋贴这个，白棋分，现在应该是如果爬这个的话，黑白棋应该就会跟着应，跟着跳，就跟着跳一下。这样呢，下一步等于白棋有个好点，你不走，我等于虎下来非常好，就是如果你现在猜这个，那我这个虎下来非常好。如果你要继续走，好像有点太偏这边了，是吧？有点过偏这边，就是这么理解。所以说这个黑棋呢，它实际上是贴这个，贴起来，这个是白棋选择了分头，分头，在这，对，这个地方下的还挺有意思的。现在呢，黑棋肯定是要逼住宽的这一边。对，哎，这个时候这个白棋下了一步，哇，这个非常有趣的拆一啊，有拆二的时候呢，不选择拆二，而选择了拆一。对，这个感觉功力深厚啊，这个只能这么理解啊。对，这个我们有二步拆去拆一啊，这个真的是功力深厚。如果猜二的话，比较容易想到黑棋是尖顶，那他只能这么理解，就是说他觉得猜一的位置比放在这儿要好，哎，只能这么理解。
这个时候确实尖顶的话白棋肯定不能长，如果长的话、嗯、黑棋一搬过来、嗯、那这两个交换肯定是亏损 了对、嗯、所以像这样的话白棋他觉得不能长，他觉得还不如猜个一，嗯啊，只能这么理解。这个反正是给人感觉功力深厚的感觉啊。嗯，这个猜一很难想到，我肯定是想不到这种选点。嗯，是，但是呢，也许效果还不错啊。对，看起来好像还挺有道理。嗯，如果你尖的话，我他应该这边有，你看这就至少我简单一跳，这个配合上了。对，哎，如果你要是搬这个，我这个就。进来，他觉得这两个选点也没有、嗯、差不了太多。嗯，这个地方这个棋很有想法。对，嗯，这种棋就是，哎，这就是我们下围棋这种地方。你像徐家阳的棋，你就得慢慢的品一品。啊、哎，像倒壶好茶，慢慢品一品。是，哎，那你要看别人的棋，什么米一婷的棋，那你就看着他怎么那个大开大合那种感觉。哦，那可能就要来杯酒了，是吧？对对对对对，你这比喻很对。看米一婷什么谢科的棋啊，什么、啊、你要来杯酒，来杯酒。你要看这个徐家阳的棋。李昌浩的棋你要来杯茶、嗯、哎，慢慢品。 对, 对，嗯，这部棋细品倒是还是很有味道的啊。对，是的。嗯，很有想法，有想法。所以我们下棋的时候千万不能想当然，有的时候是觉得这，哎，这有啥好想的就走了、嗯、但是其实发现其实围棋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对，因为现在、嗯、尤其人工智能来了之后，以前觉得完全不可能想象的地方，现在很多人工智这个就告诉你都成为可能。对，没有什么不可能，现在是。所以现在棋手应该这么说，比我那代棋手要幸福。嗯、那代棋手有很多禁忌，就是不能走鱼形，要走什么什么。尤其日本棋手，我觉得是禁忌最多的。嗯，然后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给你告诉你这样不行，现在是没有的、啊、一些理论，嗯，现在完全没有。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而就原来最少会越来越多了，对，现在因为现在就是有这个评分了，我们都看这个分数，然后有些棋就像比如说点三三、啊，现在挂角变少了，都跑去点三三、嗯，就是还是感觉会被禁锢住。那这个你不要看评分嘛，就是至少你下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禁忌的啊。对，以前我们说那个配合上还有高低配合啊，你说现在这个要是以前会这个白棋，你说这个怎么跟这个完全不搭配啊？什么什么，现在没有这一说。完全没有这一说，是，包括你什么不搭配，什么高低不配合什么的，那现在完全没有，哎，所以想怎么下就怎么下，可以理解。当然现在，就是你说的也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对，有些新的定式出来了，对对对，哦，我们因为就是它这个东西放在就过去的话。可能我们还可能会挑战一下权威，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棋也没有，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棋大家可能都这么判断是好的，但是我觉得那样好，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现在有了标准答案，反而就是有些定式它就真的是变成了定式了。对，哦，过去我们变定式还有很多变招什么的，现在就哎大家都这么下，那就都这么下了。对，现在这些定式布局都是基本上布局，我看还有定式都是让人工智能去研究去了。对对对对。现在应该说，现在的棋手主要还是拼后半盘。嗯。所以现在的年轻棋手是越来越快出成绩。嗯。因为最后拼后半盘还是要看计算快，看这个，看这个。确实。看这个，不但要算得准，还要算得快。嗯。哎，这是关键。嗯。现在时间也是，虽然是慢棋战，但是好像也是比以前要少一些时间了。对，用时要减少了。对，好，好，还是继续回到棋局。那黑棋尖，还是选择这个尖。嗯，那白棋果然跳一个好点。嗯，这样呢，这个整体好像就配合起来了。对，嗯，应该说白棋这两个大，就是唯一不满意就是稍微显得窄了一些啊，嗯、但是也不可能你什么都走到。对对对，嗯，你要宽了你就落后手了，对对对，嗯，然后黑棋，哎，没有走这个，是分头了，黑棋是分头，分头，分在这儿，是吧？嗯、分在这儿，对，嗯，这也是一个分头的一个选点、啊，嗯，白棋靠，白棋压这边，嗯。下的是很稳啊，嗯，黑棋搬，嗯，白棋长，长，嗯，这棋如果是退的话，黑棋现在不是粘，嗯，这个地方棋我们它肯定是要长出来，嗯，如果白棋断呢？断它应该是
段他应该这样就要看一下计算滚包滚包、嗯、滚包这要看算路了。但现在黑棋不怕啊，黑棋这边还是比较厚的、嗯、对对对，他有可能会怕这个滚包。嗯，黑棋就挡在这儿，这个地方还是要看一下计算。嗯，实战他是上长实战长黑棋顶白棋在长。嗯，好，那这个时候呢这时候黑棋这步棋非常的冷静啊。对，这是并了一个啊。对，这个棋应该说是以静制动啊，以静制动。对，那黑棋显然是怕白棋断。就是你如果不走啊，比如说我们随便外面走一个，他应该是怕白棋断一个、嗯、这断应该是没棋，但是呢他弃子整形。就是这样，这个打不打都无所谓，打掉也行。嗯，这样等于相当于是，我这白多了一个子儿、啊。嗯，然后这个没断，就这么理解。因为这个已经很窄了，他也不准备进去了，他就是这么。如果你吃在下面太委屈，他应该是这么理解的，对吧？嗯，有可能还能再尝一下，这他受不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黑棋他不想让他断，所以他先补这个。嗯，补这个的用意就是说，你如果黑白棋在这边随便补一个的话，那我这样等于让你这边少拐一下。但你不补的话呢，他应该是肯定是要，应该是要冲他的，是这意思是吧？对、嗯，这地方白棋肯定是有点薄了。就是你不补他应该是要瞄着这个，至少应该是瞄着这个冲。嗯，对吧？你要不白棋肯定还是先不补了。对。那实战白棋是补了一个，白棋补了一个是吧？白棋白棋是跳着也补是吧？很稳健，有一比较稳健，只能这么理解。不过我觉得白棋这个也是蛮，就我觉得白棋还挺满意的。嗯，这个毕竟黑棋这个地方还是挺窄的，看着。对，嗯。但是呢，这个棋能看出来，徐家阳这盘棋的策略是稳。嗯，我能看出来他挺稳的。这棋要是年轻一点的棋手，这个棋肯定是要攻下这边的。这边反正已经先便宜两下嘛。啊、这个子儿，我不这么简单跳一下，我要把你先分出来嘛。嗯，啊，我肯定是他怎么一个分头就结束了？这肯定不能结束，对不 对？我肯定要攻你两下。啊、就大概猛一点的，我觉得年轻手都直接就挡了。哇，直接挡下去。嗯。先发制人嘛，你这个、嗯、我先攻你，你这个冲我也不见得一定硬挡呢，这个我先放、嗯、我先等等两天是没问题的。嗯，你敢冲我，甚至我都敢震你，对不对？嗯，这个我觉得这就是反映一个棋手的棋风的问题了。能看出来徐家阳还是一个他棋风比较稳，另外一个他大概也许这盘棋有策略。嗯，因为李玉婷还是下得又快又狠，所以说你跟他硬碰硬，有可能他不喜欢这样的格局。嗯，先扎好马步，对啊，先等着。那黑棋也没黑棋加、啊，这步棋还是很大的，对，自己联络还有目。应该说，对手这个叫避战啊，但是黑棋应该是抢了还是挺多的，这块抢一块石地，这也抢了石地，实地上抢的还是很猛。白棋尖啊，白棋现在也赶紧抢实地了啊。黑棋长，哇，这步棋是感觉很笨重的，感觉好像不带灵魂的样子。对对 对，要走的话，我感觉尖一个是不是眼性也好一点？对，但尖的这边它没有对白棋没有威胁，大概。哦、但长一个确实感觉有点笨重，这个是这个棋反正是一般没有长的感觉。嗯。但是这个就是能看出来，这就是迷婷的，这叫硬气功啊，这就属于比较硬的下法。他是觉得就是这边白棋有这个弱点，然后这个地方呢价值又特别小，如果白棋能补回去呢，他是不是就觉得有就算有所得啊？哦、你只能这么理解，只能这么猜测了啊、哦。对，总之这个黑棋这个形状还是比较慢的，对，比较慢。啊、白棋现在就是补回去了，白棋补了。白棋也下得够稳的，这盘棋这个徐家阳是下的是真稳。对，也正常一点，这个棋肯定补之前还是要先攻两下。嗯，这种棋，那时候我们学棋的时候，这个这种棋是这么下的。嗯，再贴一下，然后这个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教科书的下法，再一拐，你一靠，我往回一长，你粘，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
非常教科书的一个下法。嗯，这样呢，黑棋是非常非常的慢速度。嗯，哎，但这现在这现在大概现在这套理论有可能过时了啊，也许是，大概是这个时候大概不会长了，只能这么理解。但是敢靠嘛，这时候靠，这个应该也不太敢靠吧？这棋我就搞不清了，这个嗯。嗯也许大概会怕人家反家，只能这么理解啊。哦，就是我们那时候学都是这么拐弯再顺着走啊、嗯，那很舒服。对，这个反正这个这么不倒是，我觉得黑棋稳健，这个白棋太稳健了，只能这么理解。嗯，对，黑棋顶完了爬，嗯，顶完爬，白棋跳，黑棋下的是够稳的，这棋，嗯。这个也是黑棋走完之后让白棋没有心情往这立啊，对对 对, 对太窄了这个，对，然后白棋这个时候是虎了一个，嗯，这个棋应该能看出来徐嘉阳这盘棋的策略非常明确，就是给你打太极，嗯，哎，我不跟你硬碰硬，哎，你要跟我打拳击，我不跟你打拳击，我跟你打的是太极，嗯，对吧？这个，你哪一个地方你想硬来的时候，我都闪开，哎，对，我等于应该是他的策略是想跟他拼官子，嗯，能看出来，是，嗯，就是在你相对来说不擅长，但是官子应该明确也不松，也不会太差，对，但是徐嘉阳的策略已经非常明确了，嗯嗯。不是他像他们计算都应该挺好的，嗯，但是你看他还是不跟他这地方硬碰硬。对，白棋靠。好，嗯，哎，这步棋应该还是很有功力的一步棋，嗯。哎，如果你要只是猜二，这个对对方的，这个这种抢目效率不能说太高啊。嗯。所以他这个地方后的时候还是要发挥一点后味的这个效率。嗯。这样你如果在场，那我这样我这个搬过来，我这个围的要大得多。嗯，你如果简单这么想，那白棋比刚才猜二的效果要好很多。对，嗯，所以这个碰还是这步棋倒是下的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嗯，利用自己两边的后。对，这个碰一个黑棋是黑棋搬，嗯，白棋，你搬下面，我就要搬。连搬。你搬下面，我是搬上面。嗯，现在在这个地方，双方形成了一个转换。嗯。好，现在黑棋是搬这个，那么他呢，这不搬就是用意自己送一个，然后想吃别人，嗯，是吧？这个搬应该是比较符合这个迷亭的这个棋风。嗯。这个是一个硬比较硬的下法，嗯，啊。正常他是就是说你如果退，那他大概怕人家压住之类的。你粘呢，那这白棋也就封住他了。嗯，哎，然后你这边也不好搬出去，嗯，这样就顶，这就简单说。他搬呢，就是你现在如果粘他，应该是要粘在这儿啊，这样你这个味道要差一些。你如果搬我尝这个，嗯，这样呢，这个搬就是这样，白棋是奉而反击啊，嗯，是把这个子儿给你打死，打死，哎，这然后算是这样，白棋也挺厚的。嗯，但是他就把这个踢掉了，嗯，这个只能说算一个转换，这个对啊，我的理解这个应该算是一个转换啊，嗯，双方都有所得，嗯，黑棋把白棋这个地方的潜力消掉了，但同时自己这个地方的目数也变小了，嗯，但这个连扳这个下法就是还是很硬朗的下法，这个像我就很难想到这样的棋，嗯，这种棋挺难想到的。对，嗯，因为会觉得白棋很厚，哎，白棋很厚的情况下，一般的棋手会觉得首先选择我稳妥的下法，嗯，我不跟你硬碰硬，就是我会选择一个避战的下法，然后抢多抢一点实力，嗯。但你看米玉婷他这个地方，他还是你看上去很厚，但是我还是要给你找到一个缝隙，给你穿出去，就那种感觉。哎，对，所以他这种棋手是很难对付，就在这儿。嗯嗯，白棋是白棋立，嗯，这样黑棋提花之后，白棋这块棋变薄了。对，当然白棋这以后冲下来，黑棋这块活棋应该是问题不大。嗯，然后白棋。点呢，白棋还是有点想法的，嗯，就是你简单一尝的话，他肯定是以后这个就挡下去了，嗯，攻你，这个他还是瞄着他的眼型，黑棋跳，白棋一个，哇，这下的真是太稳了，嗯，这棋，这个应该只能说这个徐嘉阳是下的真的是够稳的，嗯，
大概也许是觉得形势不错啊，这个棋。这对手哎，不给他挡下去啊！这都已经瞄了一手了，对手没反应啊！下得很稳，只能说下得很稳，很稳健。嗯，黑棋漏漏漏一个，哎，这个先手，白棋补回去，这是不走瞄着跨段，嗯，还是补一个。呀，这个地方形成了一场打劫，哇，这步棋够狠的，对。这步棋更没有人有这种想法啊，在人家的这个铁头上打上去。对，这个地方这纯是，这就是纯的那个谜挑衅，就是米玉婷的一种那种硬朗的下巴。对，一般人绝对没有这种想法。这步棋我就感觉就确实是在挑衅啊，挑衅对方。他这个就是我要让你这个冲呢变成软的，就是他对这个劫，他是相当于是我要给你撑住这个劫。嗯，就是他想补这个，但是他想提到这儿补。对，嗯，这是最狠的一个想法。一般我们说这提花非常厚了，这个地方就不要再去想着什么再去打劫的问题。嗯，但是你看米一婷他这种地方，他就是。怎么说不松啊，一点都不松、啊、这个地方要给你撑住这个劫。嗯，你就算是个铁皮的劫我也要给你撑住。这个确实有点让人有点心里窝火，这个。提住啊，你看他拼撑这个劫。搬。嗯。提掉。提。粘上。嗯。白棋贴。白棋贴，嗯。然后。他是补在这儿，嗯，这个段也是够狠，他是补这挡，他相当于是我这个劫已经算我赢了，嗯，哎，如果这个劫算我赢的话，你就挡不下去了，嗯，所以他段是不是为了要断开白棋，他是为了补这个打劫，嗯嗯，这个地方下的还是够狠的，紧凑，嗯，白棋是，嗯，走到这儿，白棋这个时候没有退缩哈。嗯对，如果你吃在这就上当了，吃在这他就把这劫相当于他就先手补掉了，提掉就先手补掉了。就白棋现在是要大吃，对。那么黑棋提一下啊，这相当于就是打到了一下。对对对。哎，这个地方一步两步的挺有节奏感，这个先靠这个，然后白棋搬，黑棋这个时候再一加。嗯，这下得漂亮啊，这个有点天外飞仙的感觉。是。这个地方如果你现在一长被我这等于这地方有个破绽。嗯。当然他也这个地方白棋敢不敢来吃硬吃黑棋这个。但他这也许是要再等一会儿。嗯。敢不敢这敢我是觉得我肯定。啊这个可以，他这地方粘还有点先手。对。可以。我肯定不想他冲过来太舒服。哎呦这个粘先手这个白棋还不太好对付。嗯。那你等被他这样一吃，那这个黑棋的形状还挺舒服哈，太舒服了啊！这个不是很，嗯，那这步棋是不是有点儿？他为什么不单退吗？啊，对啊，单退的，退的话就等于让你这个虎变成后手哦，是。但是这个地方他是不是觉得黑棋以后有一个吃？以后就是有一个这个想法是吧？有个这个想法。然后我粘上，你断这个，嗯，我冲这个，啊，官子的时候，但是好像不便宜。就是你有一个这个官子的手筋，哎，你能吃掉这三个，嗯，但我这还能来一下啊。是，但我这边也不少目啊，我这个地方。对，但这个官子啥时候走就？对啊，而且你要抢这个官子，好像挺遥远的。嗯，挺遥远的一件事情。但现在如果说白棋攻黑棋，似乎不应该考虑这个官子的问题。嗯，从我的角度，我觉得他不应该考虑这个官子的问题。嗯，但是呢，许家阳有可能是这盘棋他策略是准备打持久战，嗯，所以他想的有点远，他就想的是我这个官子到时候别吃亏了。是，哎，这个他有可能有这种想法。如果是单纯我们说单纯的谈这个盘棋的攻击，还是不应该要这三个字，嗯，就是不应该太注重这三个字。嗯，别的没什么区别，就是你除了这个袜还有什么关系吗？还没啥关系了，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嗯，另外我这拐等于是价值很小嘛，对吧？我这拐就是防你刚才吃这三个字嘛。嗯，别的也没什么关系。如果你现在在虎的话，我就补在这儿靠外面啊，或者我这么尖，我就尖。嗯，是吧？嗯，等于我这个地方，等于我这手棋省掉了呀。对，你冲我挡住，这个好像补住了。
还是没什么用。哎，这个地方，这个只能理解徐嘉阳是太注重官子了。这个地方，嗯，就该还是在厚的时候还是要谈点攻击，我觉得厚的时候不能一味的只想着官子。嗯，可以起跑出去。当然，如果这盘棋徐嘉阳获胜了，那这个谜题也会很郁闷，因为。我好像什么都走着了啊！我这、啊、你看我撑得多猛啊！这么你铁头我给你打上去，然后什么都是拼得特别凶猛、啊，那就变成了完败了。对啊，你这然后你这样还输了，那你确实也很痛苦。说明我对围棋的理解就是根本上是有问题，是吧？我什么都走得很舒服，但是这棋我输了。所以这个徐嘉阳可怕就可怕在这种地方、啊。我们不是一个等级的选手。对，这还是要看。对。还是要看结果是，然后胡，下面是够稳健的，这个只能跳，白棋跳，这个只能说是下的是相当的稳健，嗯，黑棋飞，这就进入后半盘了，现在对双方也都没有后也没有薄棋，但是我怎么觉得黑色这条边是很大的呀？我这黑棋、嗯、看起来还是很大。简单，你看啊，黑棋这个角和这个角是可以算差不多，对吧？嗯。哎，我这条边肯定不会比你这条边不肯定不会比你这个小。嗯。然后我这个就是你这个在跟我这条边边，当然还有个贴木、啊。嗯。这条边我们假设简单看，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七八目。白的这块十十十，嗯，就是黑棋一定要这块比它大，至少要小一个小贴目啊、哦，哎，就黑的是可以下的。反过来，如果白棋这块中府如果跟它差不多大的话，那就白棋还不错。就好像白棋我觉得没那么乐观，因为这个地方、嗯、黑棋这地方还能长目。对，黑棋这条边好像也看上去还是比白棋这个角大一点。嗯。嗯，还是要，这就是一盘官子战了，能看出来啊、嗯，这是一盘要进入官子的一盘棋球。嗯，白棋是尖，尖这个，黑棋拐，这个，嗯，这样白棋是要搬占这个，对，嗯，这样下步搬占先手，这个就是双方要拼官子了。嗯，黑棋尖起来，那眼见的黑棋这个地方又围了一些目数，嗯。嗯白棋贴进去，白棋要威胁啊黑棋。对，白棋如果说就是只是单纯围目，未必也围得，而且这个跳大概是也白也不敢跳，跳了白棋要反击、嗯。对，这地方是有靠断。嗯嗯，对，它这个尖很显手啊。对，对，所以黑棋补了一个。嗯，白棋尖，对，我刚才还在看这个地方，我看哎，这个白棋尖好像能便宜一点点。哦、嗯，如果粘的话，黑棋拐过这个地方的目数。嗯，现在你不能吃我这样给你竖下去了，对吧？对，所以黑棋只能立。便宜了、嗯，便宜了一目棋是吧？两目棋哇，还是挺多的，便宜两目棋还是便宜了一些的。嗯，差两目棋还是差不起。白棋跳，跳，黑棋跳。感觉双方都对这个棋比较自信、嗯、看起来啊、哦、都没有是下面这个地方下面这个地方白棋形状有一点问题有点小问题嗯至少是有一个打劫跳完板没有他有可能会往里搅上去那个地方哦对点什么的之类的。我比如我最笨的啊我走这个、嗯、我现在我最笨的我现在肯定不是度啊我最笨的也是要拖。他甚至还有可能往里头点、哦、这个地方他不会渡了嗯哎那这个很严厉啊应该是这步棋现在很大吗是但是黑棋自己也没活他大概打劫然后打劫又要算劫财这个地方不好讲、嗯、那白棋现在没走的话至少他也觉得没有那么乐观、嗯、只能这么理解啊是看来他也没有觉得有那么乐观嗯加这个倒是挺大的对这个还是大下完然后跳点先手哎这个地方白棋定型的非常的 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一场拉锯战对谁能围更多的空了啊现在这个中间白棋这个已经围的
很完整了。嗯，好，那就要看这个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这个白线那么危险呢？有，反正是这个地方是有危险的。这一跳白棋走什么呀？我刚才我就觉得想问这个白棋是怎么办呢？好像是不能轻易的冲啊。嗯，冲它有可能直接就点进来了。对，这个地方好像是不能轻易的去冲的。很难受啊，这个棋白棋。对，这手棋太大了。嗯，这手棋太大了，白棋不是。如果简单，如果是没棋，倒是不是太大。如果没棋倒还好。但这样也有，也有点，你总是有棋。对，这样其实一点也很烦人。对。而且黑棋这棋就算走一个最俗的尖，这个白棋也吃不消了。哦，白棋可以立吗？啊，它跟它气紧有关系。你如果是啊，如果刚才我这个拖有可能不行。嗯，如果这样下啊，我们就算你全走着。嗯，走。如果全走着的话，它因为它压在这儿，有好像跟气有关系啊。这样吃下来，你粘上，嗯，它度过。啊，我来个最笨的啊，这么打。哎，你只能粘，我再来个最笨的。嗯，你只能度过，我再一打。啊，我们能看见它这个地方，它可以先扑。接不归。哎。嗯，你不能粘，你粘我给你搂死了。哎，然后再扑，再黑棋连不上啊，这样是一个接不归。嗯，这倒是一个白棋一个最最最最完美的一个变化。嗯，对于他来说，哎，黑棋白黑棋不会这么傻。对，但是这个地方黑棋点这个白棋，哎，也是不好下。哎，有问题。啊，我们来看实战吧。嗯。实战白棋是选择了单尖，单尖，但这个肯定黑棋还是要点进来的嘛。嗯，单尖已经有点，单尖是官子已经被黑棋便宜很多了。嗯，正常我这么一接你一走，这目数你已经被我等于白爬，等于我爬你没有挡嘛。嗯，我已经蛮便宜很多，但是米玉婷还是不同意啊，继续点，这个肯定，这个有点猛。嗯，这一点，白棋立。这个就是黑棋这一扳，嗯，眼见的这个角上的目数就没了，这已经出棋了。嗯，现在你现在冲的时候，它可以先打一下，对吧？嗯，冲我现在不是度过，连劫都没有了。嗯，你不能让我提这个子儿，我粘上，然后我黑棋一度过，啊，这个白角上的目数，那就是白角变黑角，可以理解。对对 对， 对，就是白角变黑角，是的，然后白棋从这地方可以跳回去。嗯。这就是这么跳回去，二跳，但这边跳目数有点小，因为这边这个等于是，这个空还是没有的。嗯，这个有点惨了，这个棋。嗯，冲掉。怎么现在冲这么起劲？是不是读秒了？哎，我们能看出这不冲还是有必然性，但这不冲好像确实是没什么没那么急啊。对，没有必然性。哎，嗯，显然是这个读秒了。然后他再尝。嗯，应该下到这儿，因为这两个人在这盘棋没有激烈的战斗，但是像前面这个一招一式啊，包括这种打上来，这要挺需要下挺长时间。对，反而要想很长时间。对，你有没有这个勇气？有。对对对。他是没有激烈的计算，但是判断很多东西，要判断很多东西。对，哎，要数目，尤其数目很费时间。是，这盘棋就是喝着茶下的棋。对，嗯。其实有的时候职业高手下棋啊，你真是纯计算的时候他费不了多少时间，反正只能这么一条路了嘛，划上一条路，我也就是该怎么下怎么下。嗯，但是如果说这个你下马很多，然后我们又要收控，那我每步棋算完之后我还要数遍目，对不对？嗯，我在那个脑海里数目，我下这个的话我目怎么样，我下那个的话目怎么样，是要比那个要费更多的时间。对，就是，累人，那种棋就下特别累人。功夫棋我们所谓的。对对对。啊，粘掉。嗯，这也能看出来开始双方应该进入读秒了，嗯，两个都是下可以当劫财的地方都可以保留一下的。哎，开始继续走。嗯嗯，哦，这个黑棋没有拐，抱歉啊，先没有拐。对，没有拐。黑棋这个时候是下了尖这个，尖这个，然后，那就是他啊，他算活了是吧？嗯，这样你尖的话，我这个局部这地方是能做，这是一只铁眼，嗯，下面应该是能做出一只眼。嗯，嗯，这样白棋这块棋没活。嗯，这边没活。嗯，
道。这个间确实很大，这个黑棋这边全程摸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哇，这个确实十目以上，这个目。对。然后他是。然后再拐过。再拐过，嗯。他等于是白棋如果敢先下来，我先把你冲断，先攻完你，然后我再补活，他是这么理解。嗯、是的。嗯。然后这个时候该白棋了。白棋是啊，白棋粘这个。对，粘了一个。粘这个，这步棋有点想不到。嗯。因为粘这个没有什么大的了，是吗？对，可能是。但是这个粘还是有点想不到的。如果这个棋啊，白棋劫财有绝对的那个优势的话，这个棋可以这么下，你赶紧啊，这么下。这个我觉得很多棋友要是劫财特别有利的时候，可以下那种不是一简单的那个下法。嗯。所以很多棋友一定要记住，有劫财也是目。对，我们千万不要去下那种俗手过瘾的棋，把劫财都给卖掉了。对对对，哎、包括这种，你除非你读秒了，你要没秒，像这种冲，其实你冲一下什么都有目的。是。因为你看我这样，我如果能搬上去，你如果要什么吃上去。但我这个劫财需要挺多的，嗯，你退我再给你打上去，这需要确实无数个劫财。但是我如果真的是劫财够了，我这么下，那白棋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是的，相当于你只能这么立，我这么虎，我就可以虎了啊，这比刚才要强太多了。是以后跳了，我不用这样被挡一个还是先手，这至少差两目棋嘛，对，至少是白差两目棋，嗯，哎，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只能粘，还是有点难受的。嗯、白棋粘黑棋。点、哎，这个地方黑棋，有一点便宜，获取一点便宜，然后断。通过弃子整形。对，哎，这个弃子整形，这个是，这个地方打吃下的很小巧的。恰打先手、嗯，然后黑棋在这个地方靠近了。靠近。哎，这步棋也很大。这也下的很小巧。嗯。这个相当于是白棋的目啊，是没增加。嗯、哎，这个、地方我们数一二三。那刚才如果不点进去啊，这个地方白棋的目也差不多是三目棋，嗯，哎，一二三，但是现在有个区别，黑棋这地方白多了个几，对，哎，这个变成软头了，那不用什么软头，我这个几，我至少我这地方增加一目至两目棋嘛，嗯，这就是挤出目来了，哎，这就我们说功夫棋，功夫棋的这一点一点挤，一点点那种像小刀刻木头似的，对，哎、其实，在。这个一开始进入这个格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棋手肯定已经在心里面把这些变化都已经想好了。对，后续变化。对，这种对他们来说不难的这些地方，你差着一两目，但对很多咱们电视机前的棋友有可能觉得这个、嗯、哇，这个太难了，这个判断。但对他们来说，有可能、嗯、我觉得十秒钟大就已经判断出这个好坏来了。嗯，功夫棋啊，嗯，冲，这是他的挡，丁，嗯。黑棋接一个先手，嗯，白棋挡住，那这个地方黑棋是已经活了，啊、嗯，因为这个打吃完之后，这个是活棋是吧？嗯，现在然后黑棋点，哦，那这块白棋还是需要连一手吗？嗯，还是明显是瞄着他的这个死活啊，嗯，搬打吃后飞，嗯，白棋总是想在连回之前。多便宜点目数，或者在外面做眼想办法。黑棋打吃，嗯，反正抠的现在是每一步棋都是抠的很细了，嗯，这么说，就成这样。之后黑棋是顶一个，嗯，白棋是挡住，再顶，嗯，白棋断。这是要瞄着望啊，它断这样自然就补住了，补住了。黑棋打吃、啊，那这个地方黑棋局部是活棋。啊，这还得粘。嗯，扑。扑掉。啊，扑掉下的也很细。很细腻，这以后官子啊，这个扑下的很细。板八。对，这个地方以后如果这个地方白棋望扑，有可能会差两目棋。嗯。以后这个搬完粘上这一耙，如果有这个子儿，这个地方白棋是要补一手棋的。嗯。没这个子儿就不用补了，差两目棋、嗯，等于算成白棋打。哇，这个这样就白棋十目，这样如果补的话，这就变成这就差太多了。嗯，是的。刚才十目，哇，这个就变成了二四六七，差了啊，这地方有一目，差了两目棋，就差两目棋。可以粘哦，这个地方
黑棋下的非常紧凑，这个官子收的，就是黑棋先把这个做活，然后这提一个先手，白棋得连回去。这个这不然这块棋白棋还并没有这个活。然后这个这盘棋李一平的官子下得很好啊，给人感觉。对。下得非常好的。好像每一个局部都。这个看来许家阳有点失算啊，本来是想跟别人斗官子，但从现在看我们看这个李一平这官子。官子不松。对，就像这个地方小巧下得很好，这边也铺掉，然后这边这边也是收得非常的非常的那个不错。白棋现在是走哪去了？加一个。哇、哦、他为什么啊、哦哦、他粘一个原来是瞄着这步棋啊。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便宜。这个倒是徐家阳还是给我们展现了一下他的官子的。本来等于说是这样的，现在等于黑棋粘回去了。啊、哦、这样。差了三分之一目，差了三分之一目、因为这样现在提到三分之二，本来黑棋是一目，一目简单差了三分之一目。这个徐家阳给我展现了一下这个官子的官子的、啊、对差了三分之一目。哎、呀，这个地方终于是好，黑棋粘上，这样的白棋这个局部也活了。然后白棋再跳，然后这个黑棋靠靠啊。盘，黑棋打吃，黑棋打吃是这盘棋最后一手棋了。哦，嗯，这个他就这个就是相当于现在白棋不能顶，不能爬，爬我一棋，爬被起掉了。你只能粘，对，粘粘就是这样收。这样的话，白棋不如直接打回去吧。就是他还不如直接打，对，是吧？直接打，看着是不如直接打的话，他应该就是吃掉，是吧？嗯，是这样，这么看，嗯。那这个棋白棋是认输了，那就是他觉得黑大大领先，这地方一般掉。嗯，这个地方应该是领先，我们假如这个简单数数目吧，是15 16 20 22 24 25 26 27 28 9 30 31 32 33 34，这是35 36 37 38 39 40 42 44 45 46 47 48 48 9目，55 55，初步点一下是50 55，这是八目。9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1 30 31 32 33 34 35 37 34 43，这是三四目，应该是十目棋有了，当然也不差这一点了。所以这盘棋十目是有了。哦，所以这盘棋就以李一平中盘胜而告终。那么我们对两位棋手是有一个赛后采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现在因为现在还没去看 AI 的变化图，我感觉前面应该差不太多吧，可能胜率上有一些波动，但是。在对局当中大家也都感觉不太到，后来感觉也是在官子阶段他可能出了点问题吧，然后被我收回去了。感觉就是棋局一直比较激烈吧，算是。然后在关键处的时候对手可能出现一些失误，然后我也算比较幸运抓住了机会，然后就是比较幸运赢下了这样盘棋。我觉得下棋这东西可能也跟运气有点关系，如果运气不太好的时候，像我这种就会一直输下去，然后如果转运了之后可能就会好一些了。就如果看成绩来看的话应该是稍微进步了一些，对，相比几年前的话，因为最近这几年成绩也不是很好一直，对，就特别是前两年进完天元决赛以后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成绩了，所以说今年也算是积累以后出了一些成绩了，算是。挺开心的。这次主要2020年实在是没什么成绩，然后这次能进决赛确实感觉挺不容易的。感觉还是比较自然吧，因为3年前的时候就进了那个就上一届的孟百和半决赛嘛，然后当时感觉还就是对进决赛比较激动，现在的话就是心态比较平常，算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波动。
祝贺两位棋手进入了决赛，那么也让我们继续关注这个比赛。今天的解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